直播吧，8月27日，选米兰体育报、罗马体育报、都灵体育报是意大利的三大体育报。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他们各自的头版头条都带来了哪些内容。米兰体育报，一，国米的敌人是自己，蓝黑军团的又一场惊悚之战，在充满嘘声的圣西罗2-2打平，先控制比赛，然后翻车，都灵追平比分。斯帕兰蒂的球队已被榜首拉开5分。二 ，C 罗呼唤保罗，他需要迪巴拉才能找到打门机会。三，输给那不勒斯之后，加图索的任务让伊瓜涅成为米兰中心。四，热那亚进球和眼泪，这场胜利献给受伤的城市。五，今晚做客亚特兰大，罗马危险了，斯特罗曼要走，球迷愤怒。罗马体育报，一。国米被击溃，蓝黑军团控制了上半场，下半场失去主心骨，佩里西奇和德弗里让国米2-0领先。中场休息后，都灵爆发，扳成平局。为洛蒂和梅特进球，蓝黑军团与胜利擦肩而过。斯帕莱蒂想成为梦之球队的对手，还需要更加努力。二，罗马告别凯文，西里奇接近加盟马赛。今晚迪弗朗西斯科做客亚特兰大，但人们关注的是斯特罗曼的告别。洛迪加西亚的球队以2500万欧外加300万浮动拿下荷兰中场。三，卡利亚利2-2被追平，兹百科狂进6球6-1切沃，斯帕尔与尤文、那不勒斯并且榜首，乌迪内斯和热内亚也取胜。都灵体育报，一，都灵无极限，被洛蒂和梅特进球打平国米，蓝黑军团凭借佩里西奇、胡德弗里的进球取得领先，但都灵在下半场的表现难以置信，险些完成今天逆转。二 ，C 罗和迪巴拉焦躁激动 ，C27在寻找尤文生涯首球，阿根廷人则想重新找回踢球的快乐。三，兹百合欢庆6-1大胜谢沃，安特鲁奇进球，斯帕尔登顶。罗马和亚特兰大今晚争第一。四，在热那亚令人感动的一幕，向43名受害者致敬。